我是上等啊，就是的，往听了就行啊。那个巧克力肥啊，效果很好啊。我从那个2013年开始就用啊，家里那个大棚房西红柿上用的，西红柿用上是多大2万多毫。去年吧，我有点那个葡萄用的，葡萄怎么用上你看。叶片亮，没亮啊！你看这是不是？枣果率很高哈。枣果率好。啊。那个巧克力肥的用就是果地肥，煮熟。煮熟上以后那个得那个水冲。啊。水冲肥呢，你随水冲就行了。